友们，你们看一下这个摊子，围的人还是很多的。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价值也有十几个 W 吧，全是十四 Pro Max。老板，这里的十四 Pro Max 是多大内存的？有没有大内存的？好，来给我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值多少钱？八万打包，我天哪！八万打包啊！十万，不用看了，开不开机？来来来，我开十三万。还不卖啊？里面有 ETB 的，有几个？这才是正经出价的。这里有十六台左右，我们刚刚意念里面已经想过有多少台了，全是真的。来看一下，我们拿起来看，刚开始很多路人。会想着是高仿的、翻新的什么的，其实并不会拿过来这里摆的。你看，都是零的。十几二十个都是灵动的。今天这我朋友拿过来的都是按批发价给他们的，所以你们自己过来逛的话还是要谨慎购买。我们今晚只是说过来玩一下，没想到这里围了一大帮人，还是挺开心的。